这里的扎实一点，对，你也喜欢吗？今嘛，原地的工，原地的动动。Hello， I am 台北，好久不见。我怎么了？头发新的，所以刚刚看到你的时候不知道什么。你今天穿的衣服不错哎。I love 台北，我也是。Let's go。Hello， 我们来到这边。这边是什么？哪里？龙山寺。龙山寺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一家热炒店。嗯，我觉得台北最好吃的热炒店。哦，是吗？对。那谢谢你带我去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哒啦，所以这边是龙山寺天府。对啊。你来过吗？来过，好多次，已经来过。对。那我们今天不用去里面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那边的夜市。我看到那边夜市，那边有龙山寺的夜市。走吧。但是 OK。Hello。这边的驴肉饭也很有名的。然后他们最近开始 Easy Pay、Easy Card 的 ，Easy Card 的，对，很多地方可以 Easy Card 或是那个接口支付。一个结果支付是 Line Pay 的感觉。我喝过，但是奶茶的话，有更好喝的吗？还是有。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，英式奶茶。下次买那个。好。然后。睡了。先喝。怎么样？好喝吗？OK。那我们今天吃的地方是这边。来来，大家。那走吧 ，Let's go。这边。啊，这边。再一次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跑多少呢？哎，呀，对。你想吃什么呢？蛤蜊粒对吧？蛤蜊粒。然后。虾仁。虾仁。炸的 ，fried 炸的，炸虾仁。还有炒的，炒的对，炒蛤蟆对吧？还是、蛤蟆汤也可以啊，汤也可以，都可以。我就加炒的，炒的好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水电好吃啊，或是空心菜也可以。有点，你有水电菜，好，炒水电。一首一首可以吗？哎，一首一首，请坐，来，一首一首，好久不见，来，你又换了一个，哎，广结善缘了。我的大哥的朋友，你在经历几年？你这样麦克风讲，他真要换了一个，他听不懂，他听得懂，他会讲中文，他会讲中文，他会，是也是哪边的？啊，大哥的朋友，德国的朋友，德国。德文最难写。上次就这样。你要喝什么酒？
来台湾了，台湾啤酒。我喝了好多次，喝了好多次。今天要喝，今天我们看到你哦，我认识的朋友，外国朋友，你这边了。真的不是夸张，他每一次都这样讲。哎，小姐，感觉到我讲话很实在。我这个人不是好人，不是坏人。但是你朋友刚刚非常实在的人。你朋友刚刚跟我说，你每次看到外国人就这样讲。没有，就跟你讲。哎，你跟还是要这个啊，或是日本清酒。我跟着你们。一点点的喝，一点点的，跟着你们，我一次一点点的，好，一次不要一杯一点点的，对，啊，你们，让我不接了，就丢的，就丢很高级，你要这个吗？可以啊，那个叫一般，你要加冰块吗？什么意思 ？Ice， 啊，不用，没有到啊，谢谢，整罐就给你就好了，整罐给你。很会哎，不加这个冰块的很厉害呢。你要加冰块吗？啊，不用。哦，怎么给你？怎么给你？很厉害。是这么喝的。你吃饭了吗？我们点三。是沙克吗？沙克，沙克。你不是喜欢吃什么？我要我女。好久不见。先喂，来，大家一起来。干杯。我到了。哦，你是台湾的中山先生啊？对。啊，小姐，你怎么称呼？怎么称呼？称呼了。称呼。称呼。你卖公黑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对，叫你。啊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对。Dennis。啊 ？Dennis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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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可以。啊，幸会，谢谢。上次就是要介绍他嘛，对，是他吗？啊，不是啊，哦，不是另外一个，另外的朋友，哦，没有错啊。我今天穿的这个，真的是你真的，他我们介绍朋友的，你最漂亮。目前，38万。你们认识几个朋友？他的吗？对。好多哎，很多了，这么多，一直算不出来哦。六八个人，不可以数了。他也是在，不能数叫 too much。那个是五花排骨，对啊。对啊，问到了 ，model， 身高不够高，又来再丢，太矮，高一点就 model。不会，平面的，平面的妈的，我会吗？平面的，你可以平面的，会有机会吗？一定有的。我原来打算跟你们联络，但是我觉得啊，你们应该在那边。了解，现在是吧？他很好相处，很好相处，我们很亲切，也不是开放。哎，不能讲开放，开放就很随便了。开放很随便，男生就会很想的很多。哎，是不能讲开放，你不能讲。随便等开放不能讲。你不能讲随便。随便。你们讲。很坏吗？不是，随便就是很，随便的意思就是可以。现在去哪去 OK 睡觉 OK 随便的女生，随性啦，很随性，中文随性，中文，很稳，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没有不会去想其他，对，睡觉啊，你麦该讲想亲密听无，不是还在学啊。你在学中文，没有学这个，因为你们在学校是学生 ，student， 我们是社会人士，你知道吗？讲话就比较有暗语，暗语就是一句有两个意思。对，我很随便，你就好，那你随便。开放，那就会聊到天亮。会聊到明天的，不会啊，一直聊到明天。我聊到明天，中国讲，你有去中国了？你没有去中国？我之前去过两次，那是短时间。有啊，我
中国讲话跟台湾讲话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台湾讲话比较害羞。我觉得比较清楚，比较标准。他们讲话比较直接。这样。啊、哦。我听不懂，也听得懂，但是很难。哦。对，嘴舌太多。不习惯，对，不习惯。我们这样会聊到明天，这样子讲会讲到明天，赶快吃。吃吃吃吃吃，真的会讲到明天。啊，干杯干杯。没有酒哎。哎呦哎。怎么样呢？南极印度嘛。这里只有你真的好吃。对。我特别喜欢吃这里的炸鸡店，对。你也喜欢吗？对嘛。印度的国，印度的东东。这里跟台南。对，台南。你要带他去台南。清真寺哎呀你。台南，你要带他去台南，我一定带他去台南吃。好啊，好啊。台南对吧？台南很好吃。还有高雄也不错。高雄也不错。高雄对对 对, 對高雄、台南我最喜欢的两个城市。不一样的口味。嗯。台北海鲜比较少。啊、嗯。中山你越来越胖了。我吗？对啊，你那个脸越来越大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